姐妹以6-2、6-2直落二打败中国大陆韩星运以及张凯琳的组合，在赛前下雨无法热身的状况下有这样的表现感到满意。一上场是10分钟热身，那在那之前我觉得我们准备的蛮好的。而针对原本排定对手谢淑薇因伤退赛，詹永然说：“这是选手本身的一个决定嘛。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也不方便说什么，毕竟我们不是他。”由于奥运风波把谢詹双方长期以来的不和搬上台面，对此詹永然的态度是：“我过好我自己，我应该做到的事情。然后其实喜欢的人还是继续喜欢我。那我觉得，跟着留言去做一些揣测，其实我个人是认为没有必要，因为。”这样子无形中会对这个运动或者是对选手造成伤害。而稍后混双第一轮，詹永然及塞尔维亚的搭档顺利晋级。另外，原定要出赛啊，女子双打的庄嘉荣因为下雨的关系啊，她的比赛延后了。事实上，这一次呢，奥运风波受到最大影响就是她啊，因此她在美网的成绩也格外的受到注目。记者龚邦华、林姿慧纽约的采访报道。